半岛的从用人初一，韩国生态治水工法陆续我来解决缺水的问题哦。韩国以水资源，我用来回收利用，也该许多讨论哦。可用太好地杯，例如一撮以水工业，伊能给回收罐块内桶，一年是得为好高上半个吨的水，也上个几多个天，该合乎上两年减碳的目标。落水嘞，出体卡扎尔滴水，安尼喊做滴做嘛干呐？来到基隆街汇融大学和汇工厂内街廖超贤教授，将世界扫街机亲手规划街雨水工人，昆明球地也打扮系雨水回收利用街示范实施。就这个水哈、哦、下来之后呢，因为透过这管子那条缝呢，进到这管子里，那再流出来。刚开始落水个水还沤皱嘛，好、嗯哦，那把刚开始初期的水呢，把它放到这里。等这水装满之后呢，它水再流进去，那已经干净的水。利用管线老夫当街雨水先收集到吸水准，离过后再送到各处水槽，就有强强的水源，做得提供本沟内包含化槽灌溉，洗手偏少，了掉用水，容易做得上下35吨，一年就做得上下10000吨的水。好、哦，就说有雨水有的话呢，先用雨水，那如果没有，就用自来水补过来。那到这个，我们大概这个是去年年初做好，到目前为止好像不太需要用自来水。每个学校哈，每个机关，好像工业区跟工厂，每个都这样做的话，讲它会省多少水啊？好好利用自然环境，独家水资源，就做得减轻水头水盖使用率，相对咪做得上下，抽到运送水头水盖铁。廖教授估算，少用一土水头水，就做在上下一土田，等于系减少排放了620公斤嘅二氧化碳，才提倡环保为提高嘅历史节，也就系最好嘅做法。